如何正确的做眼保健操？眼保健操有利于我们保护视力，预防近视，但是很多人做眼保健操的方法不对。今天几分钟就来教你如何正确的做眼保健操。你将需要找准穴位，注意做操前请先洗净双手。第一节，揉天应穴，左右大拇指螺纹面放在左右眉头下面的上眶角处按揉，其他四指散开弯曲如弓状，支在前额上，按揉面不要太大。第二节，挤按睛明穴，以左手或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挤按鼻根部，先向下按，然后向上挤，一按一挤共一拍。第三节，揉四白穴，左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，放在鼻翼两侧，大拇指支撑在下颚骨凹陷处，然后放下中指，在面颊中央按揉。小提示，注意按揉穴位不需移动，按揉面不要太大。第四节，按太阳穴轮刮眼眶，握起四指，左右大拇指螺纹面分别按住两边的太阳穴，以食指第二节内侧面轮刮眼眶，先上后下，上侧从眉头开始到眉梢为止，下侧从内侧眼角起至外眼角趾，轮刮一圈即四拍。小提示，做眼保健操时应始终闭着眼睛，手法要轻缓，按揉面要小，以感觉酸胀为度，不要过分用力，防止压迫眼球。结束后再闭眼休息，或向窗外望远片刻，使眼睛得到充分休息。你知道吗？我国是世界上近视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近视人数居世界第一。